那接下来要讲这个法，这个法境就比较难了解。那这个法境其实有点抽象，有的东西很抽象。比如时间，在过去的某一年，那有一件事件发生，有一个人，在你的生命里很有分量。那这个形象是不是产生在记忆里面？其实那个人早就变老了，那件事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。还有一些是，记忆中的声音，像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代表歌曲。那更年轻的现在的小孩应该听的是童谣嘛？童谣他不会记得唱的人，他会记得歌谣里面的那个音韵。可是你等到长大的时候，你会在音韵里面加上那个唱的人的声音，加上那个歌词，在你心中回荡相应的意义，你才会记它。是不是东西比较多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。那首歌其实包括什么？你记忆中的那一首歌，包括音韵、唱者、他情感的表述，包括你心情跟他共鸣的外层，还有自己里面的法层，建构起来，是不是很抽象？所以这些呢？就是比较难一次理清，那这些都是过去留下来的这种残留记忆，叫幻影啊。那根跟尘呢，处处都可以成就这个法。独独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法，色声香味触法比较。专属特别去解释它，或是要厘清它，是因为我们根呐、每一根所属的功能比较单一，它的范围有限。比如你眼睛看到的这个明暗物质的相状，它就只能这样。你眼睛，如果你其他的功能是隔离的，你。眼睛是不能够闻到味道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眼睛也不能听到声音的。那么聋人呢？这有的人他能读那个叫什么唇语，那是另外的。他是透过那个像来知道意涵，那这个每一根每一根啊，都是比较独立。只有一根，它遍摄一切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出来的东西传到里面去。刚刚有讲，因为它有多重，多重里面你会要做整理的动作，你会有分层层级，所以会产生要把它分类，要把它强度标列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。跟自己的关系适合与不适合，所以摄一切法无限呢，它不会有限制。那所以对于这个法尘，这法境，就特别要把它独立的强化它。那人就是这样很辛苦。那我们讲这个六境，也讲叫六贼。其实他如果不劫夺、不掠夺你的清净，他就不叫贼耶，他叫功德法财。我们讲眼有什么功德，鼻有什么功德，对不对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各有其功德。如果他不会掠夺你的清净，他就不叫贼。
是不是叫妙？是一切，你用这个外界的所有一切行佛，做佛事嘛。有人肚子饿，你是不是用眼根看到他的饥饿的象状，用意根了解他的需求，他的苦处，然后你取用外面的唇，是面包、馒头啊、饭啊等等的饮食，去帮助他解除他的饥饿，这些有没有烦恼？没有啊，是不是没是非？是因为他掠夺了你的清净自在，所以他才叫贼，是吗？所以菩萨摩诃萨观此六尘如六大贼，如果你要晃荡的话，何以故？能结一切诸善法故。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讲，如果我们在这上面发现自己在上面有了粘浮的情形，那就真贼了。说实在，这些净、这些纯，它也没是非啊。可是它怎么会掠夺你的清净呢？其实就是自己把这个幻觉放进来，那自己对它粘浮不放，不是它的错，是自己心浮动了。有的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心浮动，就只好暂时的做一个远离的动作，那是短暂的，也是可以的。那这里面讲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无第一种说法，离因缘假合之外，眼等六根各无自性，色等六尘不能建立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只是因缘法，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讲的，世尊，因为我们的执着众生的这些，所以假立这样安立这样的解释让我们懂得，那事实上这个不过就是清净的四大，那它的功能呢，那就是了别的功能啊。我们叫见闻觉知，世尊也叫见闻觉知。我们的见闻觉知是我执法执的见闻觉知，世尊的见闻觉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清净实相的见闻觉知。那第二个这个无的定义是在讲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对于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有作用而不执取，是清净有了别的作用。如果能够见色而不贪，听声而不贪，那么也就无了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贪，是能分别而不执着，所以达到无分别。那这样是不是也是可以无？如果你开始有也可以无，针对于它的功能相状，事实上统合而说是四大嘛，地水火风嘛，那也是无的。所以这个六根六尘呢，是真空实相中的一种现象，没有实体。如果我们能够悟这一切本空，容相归性，容相归性的话，相即无体，性自空寂。所以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既然大家这么迷色，然后也这个心法也是还是有的。就介绍天台四教仪助会补辅弘济里面一小段，这个大德说啊，为根不足净，净不迁心，根尘脱粘，分别不起，旋转妄流，复归真性。如果我们这个根不会习惯性的去追逐那个净，其实
净就是意识已经有了啦。那你不要习惯性的用这个根去追逐的话，根是你可以假借的门户嘛。如果你不习惯性的去追逐，那其实外界是没是非的。静不牵心，这个静就不会牵动你的心嘛。那其实应该以顺序上来讲啊、哦，你静已经在心，是不是？静已经在心，静在心之后，你就会让你的根去追这个静，来满足你的心，所以是无始无终嘛。谁是鸡蛋，谁是鸡？基础上有无始，不知道那个无明啊，那个静怎么成就的？但是今天讲《楞严经》的卷四里面有讲啊，哦，如果根根尘也脱了这个粘附的情形，分别不起，你这个分别的见不起的话。旋转妄流，也就是逆转回来，你本来虚妄会去追逐，你现在回来，这虚妄的这种走法不跟随回来，复归真性，再回来看到自己里面现在在干嘛，现在在发号施令啊，性寂即然，相亦常住。那你看呢，问题不在外界，你这个真性啊，如果没有外在的逐境心外求法的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因缘缘起缘灭，这些它还是在发生，所以相依常住，刹刹沉沉，法住法位，所有的大大小小，所有一切发生都是法住法位。这个法住法位的意思就是真如的妙理必住于一切诸法中，其实一切的诸法里面它本身就是清净无是非的，是不是都是无是非的？所以法住法位，不管它什么，一切法当中都是有真如的妙理的，而于法住法位中，无相即相，相即无相，非相非不相，非住非不住，严丝路绝，遮罩同时，方正诸相。好，这个地方讲一下，我们讲啊，法住法位，在你的心中有没有相？如果有相，你给他仔细分析，其实这个相是虚妄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虚妄的相其实也是无相的。那以外界而言，外界你所看到的相，你再给他仔细分析，其实也是刹那刹那，因缘，缘起缘灭，缘起性空，也是无相。那外界的所有一切也不是否认它，也不是说它不存在，心中的东西也不是没有，也不是没有过，而是不住。那你说不住吗、也有认知啊，也能相应啊，所以非相非不相，非住非不住。那外界也一样啊，非住非不住，现在刹那之间有一个时间空间的条件，好像有这么一回事，但是事实上终究会归于即灭，又是没有，但又不是否认于他曾经有的那个短暂。如果你慢慢这样看了，也这样思维了，就发现你所要说出来的言语或是你思维的过程，最后会归就是安内，就是这样，好像他怎么说他怎么想都是一个过程吧。最后了解了
又没有具体的什么东西存在，所以遮跟照是同时。遮就是保持一个空，照就是明白他所有无是非的事实。所以遮照同时，方正诸相。这个相是什么？实相。我们修行里面要懂得空有的运作，就是因为众生执着有，所以世尊说空的道理。那这个就是为了遮，对不对？那你在遮之后，又不是否认它不存在，所以看到它存在的暂时的相状叫幻嘛。这个幻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照，明白它的因缘和合，终究是即灭的道理。所以遮照同时方正诸相，你就证悟诸相的真相，就是实相，这毕竟空，就是有跟空是一体的。你不要在万事万物中要找一个空，你也不要在万事万物中要保留一个有。你应该是从所有的一切里面知道这个有它的道理是空，而在有里面证明它空的道理。不是要去找一个空的道理来否认这个有的存在。有的人是知道空的道理就截止不前进，这个叫二乘，就知道这一切空的道理，然后就把一切否认掉了，不能再运作，住黑洞。那这个情形就叫二乘，只留下空，否认所有一切。那菩萨呢，就是在有里面体证他的空，完成他的有，无为的去完成有，就叫毕竟空。那这就是种性上的差异，这样给同学补充应该更清楚哈。所以今天讲到对于迷色偏重而迷心轻者，说这个十二入。那这个十二入里面呢，大家看到这有一个表，这有一个表啊，眼耳鼻舌身是不是五根内色？所以是不是开五了？色身香味触，这是五尘为外色，所以它就有十支嘛。那法的部分呢？法的部分就是它对过来有个五表色，这是无法归属于特定的色法，然而是由色法引发意识，不显于外。也就是你有意识缘这个境，那你这个境又没办法直接归属到它是属于某一种色或是某一个根，其实它就是有总和啦。然后那种是比较抽象的，比较抽象也没办法表示出来。它这里面有少分是属心，所以就是属心法。入阿毗达摩论卷上有讲，无表色者未能自表诸心，心所转变差别，故名为表。与彼同类而不能表，故名无表。也就是对于自己内心啊结构出来的这些东西有相应，有相应，然后你有一些抽象的
说不出来的那种东西，那个就是叫意。但这些东西其实有相应色法而起的，所以是因缘色法而有属色。譬如爱情，爱情那种爱的感觉，爱的感觉，是因为色法，就是某一个人，然后你也是一个人，那因为他跟因为他精神状态，或是他对于你表示让你领略到的一些东西，是你渴求你想要的，所以你内心产生的爱的感觉，这个爱是不是属意？是不是属意法嘛？那这个爱其实是根据心所，对不对？产生的一个与自己有关系的东西，其实它是不是少分属色？是不是因为那个人？那你在爱情里面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的样子，还是喜欢他给予你的全部的那个 kimoji？ 是那个 feel 啊？你到底爱什么东西？你是爱他的语言出来让你觉得酥软舒服的感觉，还是爱他的样子就可以啊？你从爱情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你是不是好色还是重情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对色心病迷者破十八戒啊，这个在讲第32页，这个要讲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加上这个意识。那跟刚刚这个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之后有意有法，加上这个识，就是有十八。这个讲到对心色病迷者，则为说十八戒，开色法为十个半，开心法为七个半，因为意识有六嘛，一根是一，那里面有法尽半分，这个就叫心色俱开之法。这个破十八戒，也就是六根六尘以外，再加上六识，合为十八。这个戒就是界限。根尘世十八法各有其界限，它不会混淆。六根有六根的界限，六尘有六尘的界限，六识有六识的界限。比如说眼睛眼识能够了解外界的一切色法，那你就眼识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身体触，分辨它的粗细软滑。所以它一界一界都有它的界限。眼所见为色，非身香味等能为所见；耳所闻为声，非色味触等能为所闻。眼识必依眼根而发，余根不能。眼根除发眼识之外，亦不能另发耳鼻舌等识。这个是就凡夫而说，这是就凡夫而说，那其他都是一样啊，一样这个道理。讲到这个戒，我们讲啊，这个戒别的戒，它有保持跟作用的意思，就是眼睛能够看颜色，就是外面的色，就是它能见。眼识是能了，这是作用，它作用的界别，它的范围。那因为有这个界，所以它能够把这个地方框起来，它可以保持自相不失，就是保持它一直在这里面不断重复的有这样的功能跟保持。就像我们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你一直保持有欲望的状态，你会在哪一界？
然后就遇见，是不是戒就是做了一个框框，把你框在里面。那你眼睛有眼睛所认识的作用框框，那鼻子一样，意思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个层次，那分野。那如果失去了这个界限，就无所谓六根六尘跟六识。所以十八戒的道理就讲，那这里要讲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乃至就是中间他没有讲出来，就是无眼界、无耳界、无鼻界、无身界、无舌界、无身界、无意界，这样子。所以他是用乃至两个总和，没有意义说出来。那中间当然有色界、身界、香界、味界、触界跟法界，也有眼世界、耳世界、鼻世界、舌世界、身世界的五世，十六界加起来，所以十八。那这个上面我们要了解，眼根为所依，色境为所缘，生了了别的作用，这叫眼识。耳根为所依，身境为所缘，了别这个声音的作用叫耳识。乃至一样用乃至，意根，那意根就是指第七识，以大乘佛法是这样讲的。大乘佛法讲意根就是第七识，那第七识专指第八识见分为我，就是你的资料库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的，因为我放进去的，它就是我的。而成就我执，由我执发生意识而见万法，所以用里面的资料库来解释外界。所以六识以七识为根，也就是意根为所依，法境为所缘，广起分别嫉妒是它的作用，这个叫意识。这个是根据经论里面讲的，给同学补充。那我们这个意识活不活泼？你这意识啊，这人的意识啊，从来没有休息的啦。你要意识能休息，你就开悟啊啦，对不？啊，就是那点而啊，你就每天黏踢踢的，黏踢踢，这个一个亿又一个亿，一个亿啊！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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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就计较分别，计较分别，计较分别。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反正就是一直来一直去，所以最后就跟你讲无分别。那用的办法就是叫你放，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放，那就放，那叫禅法。要不然就叫你说不要你生命里面有的东西，那有个东西，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佛性无相，又是圆满又饱满又有成就者，叫佛，说念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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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不是六根。都不是为了要追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办？办法就很妙啊。那前面呢，这五识依的是物质性的色根，第六识所依的是精神性的心根。所以前五识的功能是直觉，只能圆一个境界而已，而且只能圆现在。前面的五识只能圆现在，你眼睛鼻子嘴巴身体是不是只能现前现前的，对不对？那意识呢，第六意识它就厉害咯，它可以分别嫉妒这个五，而且它能把过去回忆过去的东西拉过来，就是以七识为根嘛，过去的资料库拉过来，把现在的一切里面做比对，柔和融合在一起，然后预想未来，
可是未来也是从前面而预设的，未来是从前面预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人家讲修行啊，你要学会遗忘，你是不是要学会遗忘？但是你根本不想忘，有些时候你想忘不敢忘，有些东西你强要执着不能忘，那就乏。我要一直记得提醒我自己不能忘记清净，对不对？那我一定要忘记杂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累？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清净跟杂染是想象的，你这个清净跟杂染是意识推敲的清净跟杂染，所以你有一个清净的假设跟一个杂染的感受，这个就是这种意识。那你如果真的不是用妄的，要修行的话，他不是用妄的，他是知道他是空，而且时间空间上已经过去了。那过去这个因缘法这些也是性空，所以与其用妄的方式是不大能完成的，因为只能用转移替代。如果用空是它毕竟的道理，用空之后才能真的打破它，打破它才能真的不住。而不住，纵使以后有雷同的情形，也知道它是空，也不会拉过去跟现在来做一些结构。那讲到前五识，相当于心理学的感觉、感受跟觉知，见色闻香，这就是只知道这是色，这是香，不会起第二念。那第六意识就知觉，知以外还能够觉悟，就是能够了别它。不但知是色是香，而且进一步知道这是什么色，这是什么的香。比如这个是花的色，这是炒菜的香。所以第六意识是不是还有那个个别总和之后，再把它的属性弄个明白。那每一根的事，它只是针对那个，针对那个的感受跟觉知，它是单纯的，以纯跟自己这个根的相关联关系这样而已。第六意识就强了。那事是依根而发生了别嘛，根是依事而发生作用，纯是根事所作用所了别的对象。所以六境是六根所缘，为六识所认识的对象。六根是能缘六境，为六识所升起的处所。六识是依六根所生，为了别六境的功能。那这个根、纯跟识，它有密切的关系，都结合在一起。如缺了一个，对于一切的事物就不能够产生作用。所以三个根尘识必须相应一致才能产生所有作用。既然它要相应一致才产生作用，它是不是就是无自性？最后就是要让你知道它无自性。既然无自性，是不是就是无嘛？它这个一组一组一组啊，都要结构起来。可是结构起来，只要有一个缺，它就不能完成啦、啊，所以是无自性啊。所以十八戒是不是不实？是不是不实？那我们要讲啊，内这个六根，外这个六尘，中这个六识，
你有一个点，你可以有一个点知道它是空的，你所有的一切就不会执着。有的人从根下手，像楞严经里面呢，菩萨的修法呀，有的从根下手，有的从尘下手，有的从事下手。那你必须知道你哪个地方要怎么去运作它，很快你就会知道，这无自性啊，这就是无自性啊，是八戒无自性啊，这哪有什么特别的有？我们看人呢，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很敏感，老了什么都不敏感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追，老了时候一直在放，对不对？年轻时候想要有那个实质可以摸得到、吃得到、看得到、享用得到，老的想要老的时候那些比较淡，想要的是存在的价值，被认同你还存在，他想要的是那个比较无形的存在。年轻想要追逐的是有形的存在，当然也有人追逐一些无形的存在，名闻利养。但是名闻利养是你在追逐有情有形的存在之后产生的无形的存在。你有形的存在没有，你还有什么名闻利养可言？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？还是努力想放？其实功劳起为你不敢绑了，不敢放，不敢彻底放。对不对？你要勇敢，放不会怎样，放了不会怎样，真的不会怎样，放了之后就波瑞，全部放，就全部是实相。那我们总说这个运入处界的虚妄之法，是迷真幻现的一种缘起假象，本体是空，那凡夫就是不了解，以为实法。菩萨用般若妙智来照破，来观察，所以他知道真空实相的离体上面本来就没有这些虚妄之法。那就是而言，就是而言呢、运入处界是迷情虚妄之法，它是苦本，是无常，是无我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极力要破除它？真空实相是真实究竟之理，是常乐我净，所以是不是要彻底的证得？是不是一方面我们要破除，一方面要证得？这是就事而言。就理而言呢，一切的法本性中而融观一切，所以虚妄相中全体皆真，也就是在烦恼中，是你看相状是烦恼，你如果知道它的离体是空，所以这个就转那个烦恼相，烦恼即菩提。如果以离体而言，无少法可破，也没有少法可得，因为你本来皆具足，本来也不坏不失。可是众生就是不懂法法即实相，法法皆毕竟空。如果你懂这个真实义，那自然就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众生是因为执迷的情况，所以依他的根性相应，你只要任修一法就能悟入，任修一法就能悟入，而其他的都一样了，所以一悟一切悟。
就是经论上讲的。所以要用对的办法，让自己从这上面打开。有的人光说不练呢，知是一回事，解是一回事，没有行。那知解就是属世尊的宝，这行呢才是自己会证悟的关键所在。那么听经闻法，听一听，就是办法参考，拿来用，就是行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法回去值不值得用？值得用，用了才值得，不是它的价值值不值得。当然了，经论的传承说出来一直留下去是必要的，但是如果没有人证悟，就真的就是没有传承，它只是一个理论一直在说而已。真的要传承，就是它是证悟的，那这个法才叫实质的传承下去。我们不要读心经，我们是要证心经啊。接下来经文是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这句话就是主要要讲空掉十二因缘。什么叫做因缘呢？所谓因就是亲因，就是最主要直接的这个种子，能生之种，就是最主要缘起的这个种子。缘是助缘，也就是加诸上去的附带条件，譬如雨露、人工等等，为助生之机，就是把这个缘起的这个机缘加以条件，让它能够完成。也可以说事的起源为因，中间助成为缘，共有十二支。这是凡夫俗子生命的一种现象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身心现象如何解套，那么就得自由了。那这十二支是哪十二支呢？第一无明，第二行，第三视，第四名色，第五六入，第六触，七是受，八爱，九取，十有，十一生，十二老死。那这些就是一切众生他在三界轮回六道的一种循回，来来复复来来回回重复的相状。修行人在实相当中，如果有一法未亡，也就是有一个点你没有过，那都是还是在虚妄当中，所以没有办法彻见清净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悟得不够透彻，所以还是点点滴滴都得破的。那这十二因缘是圆觉在修行的时候他所寻的思想，也就是从实相中如何去观察，然后能够证悟。世尊他在证悟的时候他有说这个缘起性空嘛，他说他也是观这个十二因缘而悟开的。当然呢，生命的苦集灭道这些是整合出来的纲要，但是他自己的观察是由十二因缘而突破的。总之啊，修这个十二因缘法，觉悟无生之理而证圣果的就叫圆觉，他的果是辟支佛果，
这已经不再重复解释。那我们从这一句经文，它讲无无明义，无无明尽，中间有非常多的省略。说无无明，这个第一个无就是要空掉无明，也要指认这个无明是空。那如果你能够懂啊，这个无明是虚幻的，它本身就不需要再去造作它。所以第一个无无明，这个无其实还有自我观照的作用在，也就是修行人，当你内心有一些晃荡，有一些不明确，或是有一些开始有了感觉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跑很远了。这个时候你要整体来看自己，就是无明。可是这个无明不是真的，它不是真的存在你所想象所理解的这个状态，它是虚幻的，只是一念不守真如。所以第一个这个无明的这个无，就是有观照的作用在里面。亦无无明尽，那中间呢有略掉，就是省略。省略呢，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识之，所以最初是无明，最后是老死，加起来是十二支，就是十二缘起。那十二因缘有流转门跟还灭门，这个的修为。下一句他讲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就是在讲尾端嘛。哦，前面是无明，后面是老死。如果没有前面，也就不需要有后面。那你说我活着已经是活着的事实，那我没有无明的时候，可是我的现象还有老死啊。这就现象而言，它是因缘法，缘起性空。所以当你的心里对于这个无明是彻底的不再有的时候，这个老死其实它一点也不恐怖，它就是物相里面的生灭而已啊。那也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回到所有一切里面都是自在解脱的。物质的现象不是什么问题，痛苦的来源是精神层次，然后拨不开，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痛苦。那我们来讲啊，这个流转门，也就是譬喻，这是一种譬喻法。凡夫生死无尽，其实就不断的重复再重复，就好像水在流，它无法截止一样，所以叫流。那为什么又叫转呢？流转门，因为如车轮一样不断的滚动滚下去，所以重复的在转动，所以叫流转。那为什么叫门呢？因为这就是众生进入六道这样的一个循环，重复来回的一个起点，就是无明。当无明成立的时候，你就踏上了那个门槛，起惑造业，你就第一步，然后就这样一路一直走下去。所以要懂得回头，这个就是六道凡夫生死之法。那什么叫还灭呢？还灭，灭什么？灭烦恼生死。那还要还到哪里去？还就是回来，回去了，回到哪里？涅槃真性。所以要灭除烦恼，归还归涅槃，所以叫还灭门。那懂得回家。那这个还灭门是三乘圣者解脱之法，不管你是哪种种性都一样，都得还灭。今天除非你不修行，你不修行就不用谈还灭。如果你要修行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自己站在生死业海啊，你来时路其实不知道滚动多远了，就要懂得还灭。那我们细解
这个十二因缘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乃至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这整个是路径的，这个是流转门，是顺观十二因缘，也就是对于人是怎么一路走下来，你顺着他的次第这样去观察他，你就会知道哦，原来真的是这样。这个是染缘起，也就是它就是一种染缘。那如果净缘的话，就是属环灭逆观；顺观的话，就是无明缘行。刚刚有读嘛？啊、在我们这个要事里面，就是34页，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。接下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这样叫顺